一家人的商场呢。今天做什么饭啊？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肉。肉没有，肉太贵了，真的。这就买吃肉，吃不起肉了。只能炒黄豆。我能炒馅果饼。馅果饼。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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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锅里面的冰。想吃冰的赶快来。一家人在忙，你看做顿饭。哎呀，饿了吧？做饭的你又饿娃娃的，就是、啊。真是的，你娃娃也不讨事。这外头就把他外头。看妈妈。行，搁那搁那，给他这就我接着。谁饿娃娃了？谁饿娃娃大屁股？谁饿的？哎呀！那还是吃那个什么不吃益生菌两天以后，吃了益生菌就一天了以后。不是昨天饿了裤子里浪谁的？昨天是昨天，就是昨天。昨天你来。嗯。来吧。吃腿多。是。吃饭馋的都嗷嗷的咬，你看吃饭都馋的嗷嗷的咬。吃的太多了，太多了啊！不叫吃的太多了，吃的太多了。哎呀，太臭了，太臭了。不叫吃的，吃的嗷嗷的叫。太臭了。我给你指下哦，噗噗噗噗噗。长上了，长上了，洗了呗，洗了。烧到去了。新伟，新伟，给我拿点柴火去，给我拿点柴火去，他怎么拿柴火去去？哎，先去尿裤。先过来。拿过来，快点，拿过来，哥。还有吧，再掀一个去，再掀一个去，还有吧，再掀个这不够，新伟再掀一个，再掀一把来。